无穷空寂的命运，牵引着幽灵人。林里天意弄人，缘分相差一线，温情里人间情。哪吒用意何在？是对天官吗？正是。哪吒洪门，过海对天官，为了足以劈天斩地，是真的吗？讲我团水，不足为信。哪吒有意建设对天之位，可以吗？姑娘风华绝世，只怕对天无根。我想了姑娘，请众叔放心，这族之间大家主动小心，那就醉了，必须作雷。好，这件雷霆棍正如风涛，攻可以守，守如高这根，你必须住不停，刷机应接不暇。比比之行，一时难受名。哈，剑出雄风，姑娘吃亏啊！不肯定。提红，好。多谢提点，哈。天水流行。滚天！五虎雷霆劈天降下，一曲清水流行，再做顶峰。新疆了，姑娘作揖，洪明应不宜比多胎。赤贫不闻，不足挂齿。姑娘铁强路，无红，只要记住我名，庞博秋。都是粉红的爱人，并不是庞博，那是谁呢？是谁在净化国光？吵吵闹闹啊，是你，家长，你弟弟来找我吗？飘零，我前来与你告别。告别？你要去哪里？去乡的乡愁，至今尚未查明，我想找出真相，了解这桩丑闻。家长，兄长之事让我非常不甘，想不到孝兄先进的大哥竟如此就走了。飘零，你一个人何必在此，请勿来小心，兄长已关去，我不希望连你啊。飘零，机灵家家家放心，对了，我已经炸出中心的星期六分钟的戏度了，此事果然与南方脱不了关系。关于六分钟的戏度，我既不想了解，既然你已取得情报，并故事回报分红，顺情替我传讯，爱人定有其人。家长，飘零，保重。是怎样一回事？家家何事？心事重重。